一下。好，好了，好，嗯。好久不见的 Yoga 林宥嘉即将在6月11号高雄巨蛋展开全新巡演 The Great Yoga， 这次要在家乡开唱，宥嘉相当兴奋，还在记者会上为摄影哥哥吃家乡有名的修炼冰。非常的心痛啊，来来来，这就是一种啊修炼冰的感觉啊。哦，摄影哥哥真是太好命了，可是一堆人在等着宥嘉慰问呢。宥嘉开心开记者会，可有关心今天稍早前宣布离婚后首度出来的师姐 Selina？ 因为其实知道这件事情，可是因为自己也不是当事人嘛，所以就也不了解详情喽。对，就是对这样子。小宥嘉尴尬的嘞。那换一个话题，你可知道最近非常火的男神女神座位表呀？我知道，因为那个男神座位表里面也有我的名字。看到自己在上面感觉怎么样？就想说，就是不要讲真的吗？我觉得 ，of course， 没有没有，乱讲乱讲，好了，前后座谁哦？Ella 师姐 Ella。让回忆去的怀念